半导体雷射与侦光器分别放置于滑轨最外侧的两个滑动基座上。半导体雷射的光束高度是所有其他元件高度的基准，主要的调整要求为可以照射在侦光器的收光孔中央，并且可以通过其他偏振片的中心位置。此光束的方向最好与滑轨的方向平行。在通电之前，可以用纸张或手掌遮挡住雷射光的方向，以确定雷射光不会照射到意外之外的方向。将雷射光遮住，只让侦光器侦测雷射光之外的室外光线。对光强度所测得之数据，必须减去此背景值，以进行修正。实验元件位置以光束行进方向依序为：半导体雷射、待测偏振片、可调试偏振片、侦光器。改变偏振片3的角度，记录每个角度下的电压读数。将偏振片1换偏振片2，重复上述步骤，记录偏振片2随着可调试偏振片3角度改变之后所对应之电压数值，以角度为横轴，输出电压为纵轴，绘制数据图，观察偏振片1、偏振片2之偏振特性。将角度可以改变的偏振片3放置于偏振片1与偏振片2之间，改变偏振片3的角度，观察并记录侦光器所测得的光强度变化。卸下侦光器，并将它装置于旋转台的支撑座上。将玻璃置于旋转台上之载物台，确认玻璃反射面恰好置于载物台中央处，以确保实验之准确性。旋转玻璃的角度使雷射光的入射角度至60度附近。调整偏极片角度，以肉眼观察反射光强度何时达到最弱，并记录此时偏极片上的刻度。将雷射光入射至玻璃之入射角，由0度开始，每5度测量其反射光之强度，并记录下来。计算反射率，并以入射角为横轴，反射率为纵轴，绘制曲线图。